好，再来啊。八尾怎么惨？那就八尾很惨。交错组。OK 了，一波直接把它干掉了。忘记珠子长什么颜色嘞。看这么会靠北啊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哎，干，弄错，搞错了。哇，这个龙哥怎么那么屌啊？15颗老木啊，那两个水珠太尴尬了吧，兄弟！你会不会太尴尬了？完全都不会觉得尴尬吗？都替你觉得尴尬了。才多少血？600多万而已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，不好意思。干，真的是不太够。好配啊，欸，我在想我连毛转珠是不是要看一下，是不是稍微看一下，是不是看一下比较好。干什么剩一颗吐血，干又剩一颗，又一颗，搞就一直帮他补血就好了。来，再一次。装尖叫了，整千打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没关系啊，有空来就好了，没什么差。欸，我是不是按到全体了？
是用到全体啊？啊？我是不是好像用到全体啊？爽，真是爽。要不留太多颗了，会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觉得。就是血多回复力又高，又白金方面的差，对吧？点出，那就超耐打了。就这样给他磨过去，就这样给他磨过去。这反伤速发比较危险一点哦。我认为开个技吧。八戒很猛的，缩水哦。哇，这个切猪切的实在太漂亮了吧！真佩服我自己，不是切猪切的太漂亮了吗？啊，福利波波啊，各位，来吧，一波 seven 吧，很简单。哇！这样就可以了，不够哎，直接吸第一，好可惜哦，反正要一波把它干掉了。靠北，阿二阿二，搞那么多颗柱，靠！有点尴尬，三颗锁住没关系。这个18235其实也还好，我就随便打，就他超过我们再震动回来，没有超过我们就行。那打我们伤害还好。哇，这个天降太深了！一波 seven 啊，各位观众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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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， 什么？三 combo？ 故意的啦，嘿啦！错姐啊，错姐哦，第八改，我故意的啦，嘿啦，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的了。哇，我刚贴两滴，真的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我刚真的滴了两滴啊，各位。滴而已啦！噜噜噜噜 ，KO！ 谢谢各位，两滴而已，还有，对，两滴，2滴。